什么？不要讲话、不要讲话，不然一直哭。接下来，介绍一下你老公吧。我们要介绍吗？他们，大家听到就知道啦。是吗？我们要唱法语歌。对啊，梅花说的，这里有英文老师的，请麻烦提醒一下。对，厕所还蛮近的。对，蛮宽松的，你可以到厕所去。先去回避一下。因为我们要唱。那个英文歌曲，他语都讲不好了，要唱英文。我自己在家里练唱的时候，小朋友都一直在那边讲不好。妈妈，你那个原住民的腔真的很准。哇，当下真的三条线，又想骂人。对啊，然后我们要走国际路线啊，所以一定要学唱一首英文歌曲啊。虽然听起来像法文歌，你的英文歌听起来像法文歌哎。对啊，每次唱那个。法文歌的时候都有一种那个准备闹国际笑话的心。对啊，英文字那么多还要戴老花眼镜看哦。好的，唱这首歌曲送给大家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希望你们没有打瞌睡哦。如果打瞌睡的话，等一下唱完可以去活动一下，点一杯饮料。对，小朋友乖，我们快唱完了。You got friendYou
谢谢，让我们休息10分钟。谢谢。